死了，放弃放弃了。所以金门还有像冬天可以赏候鸟，金门好环境，欢迎大家来金门骑自行车旅游环岛。体验长滨的风光以后，我想应该会有一个很棒的一个感受了哈。那长滨公所呢，我们在107年开始也有提供脚踏车租借的一个服务哈，欢迎你啊来一趟深度的长滨之旅。等一下，你要特别注意哦，等一下会有两个小的陡坡，然后会有急下坡，路面状况是水泥路面哦，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。好累，想看到上坡就烦。我觉得绿色隧道那里最漂亮。欢迎来民间骑车。